俗语说，俗语说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迷信，迷信。我现在开始宣扬迷信啊。佛教，佛教。佛教怎么看待认识我们的人生的？这次，我们这次来到这世界上，并不是第一次来，我们先前来过多次，累世累结，这次又来了。那么我们先前来过这世界，那么我们一定做过事。其实我们都有来历的，每个人有自己的来历，这来历就是说前世再前世造的业，业，善业也罢恶也罢，它又汇成一种力量，叫什么？业力，把它再度投入到这世界上来。信不信由你们，反正我信的。我这辈子就是什么？研究空之又空的哲学，讲空之又空的哲学课，写空之又空的哲学文章，这就是我的业的消。所以佛教说做事情就是消业，每个人都一样，所以佛教就讲清楚了，做事情只有一个目的，消业。既然做事是为了消业，做事就不要求结果。做事不求结果，但是问题在于哪里？任何事情总有结果吧，那你怎么办？你要让这个结果与你无关，这个结果不是你的目的，你只是把事情本身做好了。人到40岁啊，如果还是信力不信命，如果还是信力不信命，使人悟性太差。悟性太差。